好，我们看一下107学年第54题。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undertones in the first paragraph? 下面哪一个字跟在第一段里面 undertone 这个字的意思最接近？ A. Consequences, 后果。 B. Vocals, 声音。 C. Whispers, 耳语。 D. Messages, 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文章里面这个 undertone 是怎么样用的。在文章里面它出现在这里 undertones。undertone 的意思有好多，可以是低的声音啊，比较淡的色调，或者是潜在的一些感情，或者是一些潜在的一些讯息。在这里呢，我们从文章里面可以看得到，这里他提到了说这个讯息呢 is far from comforting， 在这里已经给你了一个指示。所以我们从这个文段落里面可以看出来，它主要是在讲什么？讲这个歌曲的一些讯息，歌词的一些讯息。所以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它不是后果，也不是声音，专门指声音，也不是 whispers， 也不是耳语，所以应该答案是什么？是讯息。好，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结束。